看五七股市同学会，我是陈明君，各位同学上课了。美国联准会宣布升息一码，符合市场的预期。美股的科技股啊，昨天因为这个消息观望，不过台股啊倒是先冲出去了。今天台股呢由半导体双雄同步的回神领军，金融全指股呢也带头冲。AI 概念股呢还是有买气，政策加持的碳权概念股呢也有续强。好，今天台股呢重返了17200点的关卡，台股走势呢比美股还要强。我们观察到资金流向，新台币强势的升值，这是另外一波的热钱又来了吗？马上欢迎特别来宾，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萧佑明老师好。明君，各位同学好。欢迎分析师郑伟群，伟群老师好。明君，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分析师邓尚威，邓老师好。明君，同学们大家午安。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台股走势却比美股强，为什么呢？因为呀、啊，这个美元指数回落，倒是呢台币今天转升，这代表另外一波的资金热钱又回到了亚洲股市吗？台股真心不骗，一路有机会向上吗？来看看几个族群 ，AI 资金啊继续的扩散，报警就对了吗？不要看线，怎么说呢？因为这 AI 概念股啊强者恒强，怎么做操作，到底有没有败相？但低档的面板股也有人在留意咯，今天面板股量价齐扬，法人跟着捧，能够买吗？请问一下老萧老师对这几档个股 AI 跟面板股的最新看法了。另外呢，这华尔街的大咖喊说 AI 泡沫啊还早得很呢，伟创明天要出关了，今天 AI 股普遍呢是量缩，到底真的跌还是假摔呢？毕竟现在 AI 需求很强哦，记忆体呢也越垫越高，今天是喷真的吗？我们看到6531的爱普靠着 VHN 喷涨停，什么是 VHN？ 今天出量大涨，下一步就要站前高了吗？请问伟群老师 ，AI 正规军不死，热钱扩散，不敢买大哥。我们昨天讲软体 IPC 位阶比较低，比较稳吗？而这个软体跟碳权呢，有这个双重题材的，其实震荡也很剧烈。怎么样找到低位阶的个股，本益比低的来做琢磨呢？请问邓老师。广告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昨天呢，美国联准会宣布升息一码，那鲍尔他也说啊，并没有这个降息的选项哦。毕竟呢，现在通膨的这个目标2%还有一段时间要努力。那昨天的美股当中其实这个包含了科技股或大型股表现并没有很强势。但是为什么台股今天那么强呢？台股今天呢，靠着这个半导体双雄，包含联电跟台积电的领军，一开盘就大涨，那一度上涨120点，中场是上涨79点，收在17241收稳了17200点大关，量是3496亿元。那今天正贡献点数呢，有台积电、联电利空出尽吗？哇，联电老师说 ADR 很重要，它的走势可以代表电子股还是依然有热度可以向上吗？而今天量价齐扬的是面板族群，这个友达董事长彭双浪说啊，面板谷底已过，大家都不听，但今天资金还他公道了吗？老师，我们从这个 K 线来做观察哦。今天是股汇双涨啦，因为美元指数下落导致呢资金往亚洲这边流，台币止贬回升了，那代表说短线上面的震荡这个乱流应该过了吗？首先各位我请看了，我们把这个框框近期就是过去这两个月，那台股的日 K 线图拿出来做观察，好，这里有一个高点，这里有一个高点，这边叫左，这边叫右嘛。那各位一定说，哇，那形成一个 M 头，其实不是啦。如果是个 M 头，这边叫左肩嘛，这边叫右肩，右肩不会高于左肩。M 头的形成条件，左边会比右边高 ，OK 哈，所以帮我把这里删掉好，所以它不是个 M 头，可是相对啊，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里叫做左边的左脚，对，这个叫底部，这个叫右脚，它反倒形成一个叫头肩顶底的一个形态哦。所以台股紧接而来会不会有再走一个头肩底的一个所谓的中段换手的一个大攻坚？但是呢，我的看法呢是有机会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国际最新的一些现况，就是说不管纵使它短期间对台股看起来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呢还是要观察哈。首先我们先看在美股的部分呢，理论上整个升息应该是来到尾声了 OK 哈。第一个美国的利率呢从
2022年当时是趋近于零，这里是将近是零了。好，目前拉到五点，到昨天为止拉到5.25到5.5，所以呢，整体上我们认为这个升息呢已经是个尾声了。可是我们看右侧哦，《华尔街日报》今天最新的大标题就是说，他看到德仪大重挫，昨天重挫5%，那么 AMD 大跌2.5%，辉达跌的比较少，跌了0.5%，也就是说。整体上这些 AI 的晶片股，因为针对未来美股，在美股市场，大家认为 AI 的前景是比较疲弱的，是走缓的，所以费半在昨天重挫2%，所以但是看台北股市表现还不差，对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哈。首先我们看过去这五天，道琼的部分呢是走一个非常强势，就缓步一路往上垫升嘛。那标普其实也不差。可是相对的哦，在纳斯达克的部分走的就比较平静，好，所以整体上国际股市如果观察到今天截止，跟台股是有一点点落差的，好，我们再看哦，微软昨天是大跌的嘛，好，再来呢，辉达是持平的，那至于超微呢啊，持续是走跌的，所以整体上呢，我的看法呢。这里针对相关个股，那你要去追踪得分表。得分表只要是往上走5分的，我们认为呢没有问题。但是只要我5分往下荡，你都要提高警戒。好，首先我们来看台北股市哦。台股最主要就在于哦，我们过去经常在讲，如果整个台股的形态它是个多方，那代表它是回升的，那回升一定会过前波高点。那相对的哦，假设它是个反弹的结构，而且有做这个，为什么？只要是反弹，绝对会破底，会破什么底？破前波的低点。好，举例哈，我们很快速来浏览。今年的5月24号，加权指数当时在16070开始起涨到这一波的最高点叫17346，所以也就是说，紧接而来这个整理形态，如果是个反弹，它一定会破16070。假设它不是反弹，它是回升呢，那肯定会过前高，就过346嘛。好，所以我们来看。怎么去判定这个东西一到底是回升还是反弹呢？好，我们就用一个最公平的，不用猜，好，你就往前看，最高叫346，最低叫070，对不对？好，所以你得出反弹跟回升的关键在16708点，16708以上代表我是个回升形态，我肯定会过前高，OK。除非他守不住708，那就会破16070哦。好，他确实也帮我们守了708，他也来交代前波高点，是不是就突破了？好，紧接着我们就要看现阶段哦。OK， 现阶段你是不是一样往前看？这里往前看是346，这边往前看是401嘛，不是346了。OK， 这里往前看是16070，这边往前看低点是不是16593？整个框架不同了。OK 哈，你连接593到17401，这一道底线是不是在16997？对，好，我们来看它有没有守住16997，绝对有。有。那但是呢，我们就要算哦，算什么？算它的反压，它反压在哪里？一样，你往前看，最高在401。你往过去近期的最低点肯定是16859，所以台股的反压在17130点。问题是，不管是今天、昨天，甚至于前天，是不是连续三个交易日？这个叫昨天啊，加上今天嘛，今天是一个红 K 棒，出现一个多头战车的形态，也就是说台股它硬是守在这个反压点之上，就是说这里明明有一个压力点在压它，你怎样的？问题是。这三天它硬是守在这个130之上，代表它在告诉你，我这个框架就是主回升，我这个回升就叫过前高，叫17401。好，看起来台北股市哦，这个、重要的这个支撑价哈，它就是不破有守还向上，所以老师认为大盘整体的框架是走回升的路线。但是呢 ，AI 概念股毕竟在美股当中领头羊，已经没有再创高了，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哦，会不会资金有转换的迹象呢？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 Meta 的部分啊，获利超标，因为广告的部分靠的 AI 的引擎。来做这个布局，这个获利数字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广告投得很精准，提振业绩。昨天的股价在盘后是涨了6.7%。那 AI 威能呢？这个资金扩散到了 CCL 族群，台光电是 Q2 赚了3元。那、这个美系新机加 AI 伺服器，还有下半年审慎乐观。小摩说了，下半年有机会赚10块，获利赢去年目标价从400块钱提高到500块。那这个是 AI 概念股啊，有些续强。
那有一些震荡，不过有些资金开始往低档的跑，那就是面板股咯。友达的董事长彭双呢，他认为啊，这个面板的景气呢已经摆脱了谷底，亏损收敛，看好返校需求，要买这个笔电嘛。群创法说会呢，大摩也先看望，这是8月2号的法说会。老师，我想问一下 ，AI 概念股现在哈孰强孰弱，怎么样来做这个每天节奏的掌握？那面板股应该比较安全的吗？整体上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们就回顾过去了，就是说。我们回顾光是今年就好了，今年台北股市从12629点到今天的17000点，对不对？你去回顾过去哦，就是很神奇的，每一段期间呢都会形成一个新的主流。对啊，然后这个主流呢，理论上呢它都可以撑一个月，大概3个礼拜到一个月，你就回顾嘛。之前对，从军工啦、观光旅游啦，到这一次的 AI 哈 ，AI 到现在也3个礼拜了嘛。所以大致上我的看法呢，你就继续追踪。那所以我们得分表会继续帮大家看。其实今天比较有意思的应该是落在友达啦，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盘中友达突然之间哦奋起急涨，就是盘中瞬间就直线往上冲，对不对？好，关键在于阿杰刚给小妹一直冲吗？对啊。哦，所以这就要关。如果他一直冲呢？啊，我们明天必然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面板的得分表啦。OK 哈，所以我们先看友达。好，友达主要我们直接讲答案哦。多头落在16到19，好，那空方呢在22到26，也就是今天往上急攻，就刚好来碰触主要的套牢区。对，也就是说，我们去观察过去这么长一段期间，假设手上持有友达的操作者，他就两个成本区啦，一个在买在16到19了，一个买在22到26，所以你可肯定的，买在16到19的，以今天为例，你是获利的，相对的。这么长一段期间以来，你买在22到26的，你就是套牢了。你会不会解套？所以我们就来看哈，各位请看，这个是不是一个集结图？哦，这个大集结嘛，好，首先这里是不是一个大集结？这里一个，对，好，这边的交易量就比较少一点，好，那再来这里又一个大集结，就22到26，对，22到26是个严重的套牢区。如果友达可以未来可以站上26，那就不得了了，那肯定就是一个超级大多头。可以做期待，问题是，现阶段今天是不是一个超级大长红？对，这个长红是刚好来准备来挑战这个主要的套牢区。那我的看法呢，这里你就要警戒了，就是说不能追啦，因为这边都是套牢，很重很重，对，不是普通重，是非常的重。它能够站上26，我觉得再回头做买进都来得及。所以友达在停看停。对啊，为什么要这么看？举例，我们昨天提到像是这种集结，对不对？好，只要是站上集结的，我们讲过哈，股价其实比较简易的方式就是，我们就跟着谁，跟着做影的人做就好了。所谓的做影的人，就是说买进这一档标的股的，你去观察，大家都获利的，啊，不看干单。啊，那跟着做赢的人，那你自然而然你的股价就容易上涨。相对的，你去买进，哇，一堆人都套牢，那这种个股就会比较辛苦。好，那联阳的部分是联家军里面呢，这个哈持续满积分的标的。那我们今天呢，就特别从很多投资人想要问的 CCL、PCB 来做观察。这 AI 哈还在烧，烧了3个礼拜，现在烧到了 PCB， 还可以继续热下去吗？我觉得 PCB 最主要哈观察指标，我们应该大家一起来做笔记。你说怎么做笔记呢？就看第一档就好了。好，第一档叫2383的台光电。对，为什么讲台光电？各位，你再回顾今天的台光电哦。台光电是开盘啊，就直接涨停到收盘，对，这就神奇哦。第一个，它不是20块，这很神奇。但是我们来看哦，真正最有意思就是台光电有发 CB 哦，它 CB 的转换价在246，我们就给它算整数卡好省了哈。你把它246，我们算它250好了，你把它乘以二，岂没爱国8块？对，好啊。目前呢，外资圈也有出具目标价，就500喽。好，那我们就来看啊，第一个。站上转换价，那依照过去的范本，一般来讲个股是站不上这个转换价的。站上去，依照过往的案例，往往股价就是涨一倍呢啊。所以我的看法呢，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观察哦。比方说，台光电昨天是3分，今天瞬间就变成很明显，它是个洗盘。对，就是说5分5分掉下来3分，搭上了是不是又5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法人在过去5天还是卖超的，然后今天硬是锁住涨停，代表说我们在未来这一段期间来观察有没有能力去挑战500块一倍的一个涨幅。好，紧接着来我们再看底下，各位请看哦，这个是建荣，前阵子好5分变成3分，对，好，这个是建鼎，建鼎5分变成3分，好，
这是台药五分变成三分，联茂五分变成三分，好，五分变成三分代表说你必须要减码，你要退出。可是呢，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5340的建荣，好，建荣呢五分变成三分，然后他就躺在这里两三天，三分啊又四分，代表他这一天有走强，好又走强，然后呢昨天又转弱，对不对？对，今天硬是站回五分，就标准，这是个洗盘。好，像这种又站回五分洗盘的，这就跟台光电一样。好，所以我们来看哦，举例我们看建鼎哈，五分，对不对？代表没有问题的，你就继续买，买进。加码继续买，但是当在7月26号他告诉你我变成三分了，那你就要该走了。也许各位会说，那未来万一又大涨怎么办？那他只要大涨一定会重返五分，理解？那重返五分你再做买回就可以了。重返五分可能代表说之前的洗盘做结束了。那这个 PCB 相关的得分表会在 Lighten 里面老师老师会提供，那我们就从这个这个突破集结来做观察。好，我们来看以建荣为例，这里是不是一个大集结？对啊，那股价在过去这一周1、2、3、4、5这五天，是不是来到这个集结区的上缘？真的是过关斩将，做上下的一个洗盘，对不对？今天正式突破，这已经告诉你我要大涨。好，那我们搭配 WMA， 我很快速讲一下哈。第一个，因为我们 WMA 跟 MACD 这两个都是趋势指标。两个都是趋势指标，那到底该怎么办？好，记住，这就是四个动作：买卖空补。好，所谓的买卖空补，就是说，当两个都形成正做买进，不是一个哦，两个都正。你如果一个会买在这边呢，但是不对，我们为了追求稳定，两者都正，那就是说买。好，可是卖出不一样哦，卖出只要有一个转负，你就要卖了。好，那什么时候空？两个都负。买卖，你都给它空，你在那边好。相对的，好，两个都负，只要一个转正，你的空就要补了。来补，那现阶段是不是两个都转正？买，加上突破集结区，好，那台药也是一样哈。那这些图表资料，我们都会在 Light 里面持续帮大家做追踪。好，老师一分钟。好，最后我们看一下威盛跟和硕集团哈。威盛集团的部分目前最强的是5410的国仲，为什么？因为威盛在2124是五分变为三分，国仲原本都两分，今天第一档顺在昨天正式拿上五分，所以我们来看有没有站上主要集结区？有，有，昨天正式突破，今天续涨，像这种个股代表确定是一个多头反扑的标的股。好，多头反扑的标的股，我看到这个站上集结区之后哦，加上呢这个 MACD 或者是 WMA 啊，这个线型上面转强呢，其实这个冲锋的速度会更快。那老师老师刚才从大盘整体的结构啊，到 AI 概念股啊，这个几个族群强弱有别的做观察哦。毕竟现在好 AI 好洗刷刷很正，那大家要盯紧得分表，有些洗盘之后再向上的机会怎么样来做掌握呢？您都可以参考画面上面我们老肖老师的大头娃娃下方的 QR code。跟老师加个朋友，加个 LINE。那刚才相关的得分表呢，在 Light 里面上面都会做提供。如果面板续强的话，老师老师也许会在 Light 上面整理一下面板相关概念股的得分表，同学们可以做参考喽。关来一下，到底 AI 有没有泡沫化呢？华尔街站出来力挺说，没啦。AI 泡沫化还早得很，尤其明天呢，老大伟创要出关了。出关前，今天 AI 概念股啊，好多档都是量缩下跌，是真的跌还是假摔给你看呢？请问伟群老师，休息一下，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哦，明天好重要，为什么 AI 这一波领头羊的大哥3231伟创要出关了？那在今天出关之前呢，包含了伟创啊、广达、光宝科等等哦，都是开高走低啊，股价都有点震荡，怎么样来关注？大家都很担心，毕竟 AI 在高档，好怕泡沫化。我们看一下 AI 有没有泡沫化？这野村说，我保证。还要再炒一年，野村的说法啊，因为微软、谷歌财报云端运算 AI 贡献很大，那半导体先进封装 CoWoS 产能有限 ，Q3 除了 AI 获利好之外，当然其他都有下行风险。那华尔街的大咖，这叫 Fangstray 的创办人，他说八科技巨头六档还是历史高点，巨头都没有改写高点，则何来泡沫呢？他们呢讲话可以听，因为战政绩是年初喊美股大复活就真的蛮准的啦，所以代表。
说，其实普遍上面这个市场的大咖都不认为 AI 已经来到了泡沫化。那好险有 AI 哦，因为呢你说 AI 都涨了没有，还有人还没涨了，记忆体，难道说 AI 不用记忆体吗？没有，用的可多了呢。 SK 海力士说记忆体会复活，尽管 Q2 亏 2.9 兆韩元列预期，但是呢较首季 3.4 兆韩元亏损收敛，都是靠 AI 抓住美光的 HBM 这个高频宽记忆体，也说第二代下单全网，要请台积电帮忙做交货，会打拼年底来问世。老师，今天呢这个低档的记忆体跟面板都涨上来了，到底是不是电档演出呢？大家都很想问。好的，我想其实 AI 绝对是长线的主流，我想我们在节目中一直跟各位同学报告，但是有些股票涨很多的那就不一定了，短线上它就要整理了。就像说其实这几天很多同学都在问我英业达怎么做啦，被关了，然后那个3706神达怎么做也是被关了。我说真的，神达我是28块29块送给各位的 AI 一号，现在50几块了，在这边一定会整理啦。甚至你说广达华硕都已经跌三天了，对，涨那么多，那本益比像广达本益比都跟台积电一样，我讲难听一点啦，人家也是讲先进封装缺货，对不对？先进封装是谁受惠最大？台积电啊，创意啊，对不对？但是创意你看这几天也不涨了，对，所以各位同学要有一个观念，不是说大家讲 AI 就只有广达、伟创啦、光宝科啦，这些股票嘛，对，这些是先涨的啊，但是有些已经超出太多了，你应该适度的获利调节，不是去追高，反而你要去看，哪些没涨，因为AI 之后会应用到整个生活层面嘛，汽车也要 AI 啊，对，对不对？智慧汽车，然后智慧的手机 ，AI 的手机有啊，三星就有说他们这个最新的折叠手机就有在运用高通的 AI 晶片，对，它会扩散到人类的生活上面，甚至我讲的再难听一点啊，你有伺服器，伺服器你不用 DRAM 哦，不可能的，怎么可能？不可能，你不用 PCB 哦，都要用吧，都要，你不用被动元件哦。要啊，对啊，那为什么国巨跌成这样？他说他有 AI， 大家都有 AI 啊，所以就是有时候哈，就是你看到那些像伟创、广达，我个人是认为啦，已经脱离产业基本面太多了，就是有一些大户在锁码，对，那各位同学不要低档没买，然后高档又要想要去玩，然后每次就是军工也套一套，观光也套一堆，很辛苦啊，真的就像说，你看今天有没有？今天又台亚的好消息，对不对？第三代半导体，台亚已经从40块我们讲的涨到58块，其实你 AI， 对不对？你 AI 也要用到这些啊，对不对？功率元件啊，对不对？因为你要，对不对？要带动资料中心，要对那个什么，对减碳的，对功率，对不对？然后你又要更好的散热，就是说，因为 AI 伺服器有带动资料中心对减碳的要求更高，因为它更耗电，所以你就必须要用功率元件来提升效率。就像说两个礼拜之前，我还问一些业界的，我说，对啊，你 inverter 嘛，你功率元件要用，你的 AI 的伺服器你用要用 inverter， 太阳能要用 inverter， 你一定是 IGBT 跟碳化系嘛，所以其实真的啦，有时候。我会觉得啦，真的，这边有很多股票，你就要看筹码。你看为什么有一些筹码掉分数了？对，有发现。创意四星，我讲300多创意，我说真的最好就是它，对不对？那时候300多，现在2000块，但是你看现在创意四星反正不涨哦。最近这几天不涨了。为什么今天会跟各位同学报告？记忆体要看一下。对不对？因为你看到韩国的 Hynix 也是，这是韩国的海力士，有没有 Hynix 它也亏损啊？但是你看它的股价非常高的姿态，根本没跌。对，甚至昨天晚上你看到 AMD 是跌的，美光是涨的，对不对？美光是涨的，所以这边来说，尤其记忆体也要用 AI 也要用到，要所以你看到，比如说我们看广达好了，2382，好2382，对不对？你看到今天这两个都黑 K 了。甚至3231的伟创，你看开始震荡了，2357的华硕，已经连套三天了哦，3653的建策，建策是散热的股王啊，直接跌破季线呢，已经跌破季线了，所以各位同学真的有时候不要说低档没买然后去追高哦，我想这个每天的这个关键筹码也很重要。甚至我想产业面当然是最重要了。对，这家公司做多，可是现在就是筹码战嘛，对不对？因为钱这么多都跑到 AI 来了。因为你广达的本益比都跟台积电一样，我常问明君呢，你要买台积电还是买广达？
当然是买台二十倍本益比的台积电吧，我不会买。现在是广达比较香啦。对，但是问题是你看到，我说实在的，建策有没有很强？嗯，但是你看都做，对不对？都跌成这样，甚至我们3483的励志。好，3483。对，那时候跟各位同学报告，我七八十块很便宜，投信锁码，你看涨到166，最近也在套人了。嗯，哦，最近都在套人了，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要去找低档的才有肉。嗯，哦，甚至你说威盛那时候70-80块很便宜，最近也不好玩啊，2388打出来一下，对不对？你看今天冲高，哇，要看看五日线没破要大涨了，嗯，结果今天给你打下来。哦，所以今天有一档我想问你，是这个4979的华星光，你看它也在震荡了。我也说真的啊，你看今天出关第一天，对，42涨到195，华星光是跟谁走？我说是跟 AAOI， 对，美国那家叫 AAOI。AAOI， 好像前两天有打出来嘛，对不对？对 ，AAOI 最近都跌嘛、，AAOI。哦，对啊，老师，你前两天有没有？你看，它是美股最凶的，比辉达还凶，从1.6涨到11块多、嗯，对不对？涨了快10倍。嗯，但是你看它已经先跌了。嗯，啊，4979。而且我看4979今天的那个 K， 今天的分时走势，你看这几天都这样啊，爆大量，然后就开始有没有？嗯，哦，爆大量。都开始震荡，有点震荡出货、我不敢讲出货了，但是这边绝对不是我们有肉的买点，对，对不对？嗯、所以我想，真的啦，你说真的，像神达是28块，现在50几块了，你这边应该是停利了、好，那你说3011的金号，对不对？这个比较特殊，然后这长线低档，你看还是蛮强的，那时候我在28、29块。至少相对涨幅没那么大，没那么大。对啊，它是有机会的，因为是 AI 的车用啊、所以这边有兴趣可以跟我们做个联络啦。那当然我们先看创意嘛，对不对？我说最强的一定是创意跟世新，对不对？但是你看创意的线也都不好看的，融资也在减，融券也开始认赔了啦。除非说这边有大户的筹码进来再去嘎一波，但是肉已经少了。对不对？已经300多块涨到2000了，所以这边我们就看看就好，给他鼓鼓掌，对不对？但是，反正今天对不对 ？HBM 嘛，你说我们前阵子我也跟各位同学报告过，我说美光、Hynix、三送他们有 HBM， 其实他们是最受惠的，对，但是我们台湾没有，对啊。华邦电视 BHM， 对，华邦电视有做一些好像是封装的部分。但是我问业界的人士，真正我们还是没有，没有 HBN。对，但是呢，爱普有 BHN。BHN 这是什么？他是说啦，他的频宽比 HBN 更高啦。但是跟台积电联合啦，合作，他叫 VHN， 他还有专利。那当然，爱普也有个故事啊。台积电不是要在那个铜锣社 CoWoS 的新厂？对啊，就是跟黄崇仁要订嘛。对，那就跟黄崇仁，黄崇仁本来。那个力积电要扩厂嘛，好几千亿。对啊，现在市况不好，他可能要暂停。对啊，台积电跟他借地嘛。因为今天好像有这样的味道。就搭配美光啊，搭配 Hynix 的新闻，因为毕竟啊，你说你的晶片快，你也要旁边的 DRAM 这些要更快嘛。那 VHN 当然它就是减少功耗，轻薄短小。老师，它今天的量蛮大的，那这根红 K 棒，其实它离前高363.5，距离并没有很远。对，那当然我们还是要看说有没有隔日冲。也是前一波的大量。有没有隔日冲？但是如果以股价的位阶来看，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把时间拉长一点，谢谢。爱普还算在比较低的位阶啦，还算比较低。它去年有分割过一次，还算比较低的位阶。那做的东西其实。跟台积电合作有这个想象空间，因为真的嘛，你 AI 也要用到嘛。你看啊，譬如说再来这，我其实有时候我最喜欢投信认赔。很多同学很多喜欢跟着投信买啊。对，市场上的很多专家很喜欢跟着投信买，其实有时候投信不一定是对的，反正投信认赔，跌不下去了。投信认赔辅助跌不下去。对，然后产业又是对的，长线成长。你看有没有很凶？有凶啊！今天第一根涨停就是它了。对啊。所以那为什么说 VHN 会比较好？你看这就是3D 嘛。对。我们常说的 CoWoS 它是2.5D。对、啊，下面有基板。它有基板。细中介层。对，然后还有这个什么 ABF。还有 ABF， 所以它算是比较落后的。但是你到了3D，
三 D 的话，它是有啊细中介层，然后或者说细穿口那种、那种的封装的态，所以它就等于说以前还是这样摊开，现在就是更集中，更集中，更小，更薄、哦，甚至它的传输速度更快，哦，所以我们做股票其实第一个你要去看作未来是发展什么。新的东西，更强的东西，它一定会是最凶。好，那当然你说记忆体族群微刚，前阵子跌下来，今天反而又是一个好的买点。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相对的它的风险就低了嘛，对不对？投信也卖光光，很好啊，股价反而涨啊、哦。所以这边啊，我是觉得真的，你看台亚涨那么多，我也不会在这边推荐的哦。反而说你这边就让它整理一下嘛。那今天又有利多，但是你看到也开始整理了。是不是？那当然，你说我们最近常跟各位同学报告这样的比较低档的 AI 四号啊、哦，反而就可以特别的留意。老师，那台亚的部分，因为它之前从老三十几块的时候，老师跟大家做提醒，到了58块。不过呢，因为您刚才也说到这个 AI 哦，对于这个功率元件的需求会有增无减啦。那台亚的股价这边做整理，你怎么样来再来判断可以？再度切入的机会呢？好的，当然第一个啦哈，他也说他也开始要。慢慢的市场要得到认证，那接下来你就要看它的营收啦，那如果说你真的要看比较大的支撑，因为毕竟啊，其实你看这边也是隔日冲，这边也是隔日冲，这边也是隔日冲，对啊，他那时候好多都是隔日冲每天进去，最近反而隔日冲就没有来，隔日冲都进去伟创广达了，对啊，对，那这边你就看，我认为啦，你先来到这条线啦，这条应该是。月线附近啊，量缩再来看啊，因为毕竟长线他们还是好的，甚至你可以看到，譬如说825的鹏程，IGBT 最近也有一点要发动的味道哦，甚至8261的富鼎，哦，最近也是蛮惨的。老师，你这意思是说可以留意车用了吗？对，车用跟其实他们都是功率元件嘛，功率元件其实。到后来，你说电动车啦，哦，你说像太阳能电厂，对啊，对不对？你说像这些 AI 的伺服器的一个机房，超级电脑，每个都要用到哦。那个未来的发展绝对非常的大。好，那 AI 四号的部分，我们做一个这个掌握。好的，它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产业啦，功率啊，比如说刚才肖老师有提到5340的建融嘛，对啊，建融啊，建融为什么会那么凶？就跟着什么 PCB 上游？不是，它是日东游。哦，对，是一个很大咖的股东。对，他的大股东是日东友，日东友是全球只有两家可以做5G 波纤布的厂商。哦，所以他比富桥还厉害。他当然比富桥还厉害啊，这个日本人一定是比较厉害。所以我说真的产业懂一下，你看他就四根涨停板。所以我们说真的要找好的公司，有能力的，股价又在低档，才有机会。好，老师一分钟看一下生技股。好，生技股来说，最近就是宝瑞的影响了啊，就整理一下啊。那当然就是每一个，我们就看一下关键的筹码。宝瑞今天也没跌了哎，对，稳住昨天，但是这边我说昨天一定投信卖，你看真的投信就卖。投信最高杀地就让他去杀一杀啊，那是等他这边整理完成啊。但是你说美食便宜啦，合一在等药证，药华药这边也是打底。好，那提醒各位同学们呢，今天伟群老师针对了好多这个 AI 啊高低位阶的这个个股所做的操作哦，也针对热门股来做这个基本面跟技术面的解析之外呢，另外也提供了几档 AI 概念股，包含低档的记忆体怎么做留意，爱普发动低跟威刚有机会在投信认赔之后呢打底之后再向上，而这个 AI 概念股低档的这功率半导体相关的这个题材，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您都可以参考画面上面我们伟群老师的大头娃娃下方的 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加个 LINE， 那老师的这个选股的一些资料啊，或者是基本面的观察会放在 LINE 里面跟同学们做分享，有问题可以跟老师来提出咯，那老师有空也会跟同学们来做这个互动。 AI 的正规军真的打不死热钱扩散你不敢买大哥啊，包含广达伟创担心隔日冲来乱，软体跟 IPC 位阶低，能够来卡位吗？尤其搭上了碳权的题材，哪一些电慢慢的吃货有机会向上？请问邓老师，广告回来锁定57股市同学会。回到
五七股市同学会 AI 的正规军不死哦，到底 AI 概念股相关的这个高低位阶怎么操作呢？但我们先看最受惠的台积电，很重要，明天有大事哦。全球的研发中心明天启用，听说创办人张忠谋董事长他会到现场。台积未来20到30年台版的贝尔实验室就在这边，拼更先进的制程、前瞻技术、基础研究。所以呢，台经院的刘佩珍这个研究员就说太棒了，供应链吞下了定心丸。但是呢，我们昨天就提醒大家，其实 AI 概念股硬体的这已经脱离基本面、脱离本益比太多了，大家不敢买。让邓老师认为可以留意一下软体相关的族群，搭上很多的软体啊、资服股呢，是跟碳权议题绑在一起的哦。AI 加碳权双题材，资服尖兵出头，因为 Google、Meta、微软财报有说服力，像这个 Meta 的股价盘后还大涨。AI 资安企业数位转型需求高，碳权交易所到8月7号呢会有这个碳盘查的需求。古月涵跟国泰的名师都看多 AI 软体，但是 AI 软体有高有低。老师说呢，获得这个微软认证的，其实台湾有3家，但是位阶不一样。对，昨天有提醒一点，一档个股认为说还不错，长线位阶低，今天股价就非常强势。我们看这几档贝利部分呢，有自己研发碳管家跟的美商的企业合作软体的邓白氏来这个进行交流，精神部分自己研发一个新的软体要做的碳管理，依云股市有碳盘查相关的订单，预估年中可以贡献营收。好，碳盘查相关的股票，其实在前一阵子在我们国内要这个建立碳权交易所的时候，有涨过一大波。那这阵子开始又蠢动，老师怎么做留意？这次的涨势，我认为可能不会像上次那么样的凌厉，但是还是有机会吗？对，我觉得机会还是蛮大的哦。当然，各位如果看到今天整个跟碳权交易所有关系的会先注意到华子啊、华子农民通通涨停板，但是呢大家也会有前车之鉴啊，之前涨一波之后休息，可能会休息很久，休息也是那现在整个 AI 一直扩散扩散，包括说上个礼拜最疯狂的跟 AI 医疗有关的也是有点在休息，对，甚至有的被做一个分盘交易，但是我觉得这些股票呢，基期低的都还有机会啊，在 AI 的相关领域里面，基期低的一定有机会。那我们昨天提到说，在整个依云股也好，金城也好，包括麦达特，对，麦达特，我们昨天提到说，其实在整个亚马逊相关的微软供这个云端供应商里面，基期最低的就是依云股啊，而麦达特、金城是高了一点。所以呢，在这些个股里面呢，我觉得基期低的个股，大家赶快去做布局啦，因为到了8月7号成立之后，我想应该在8月初就会有一个波段的表现。尤其我们看到依云股，它整个线型从短线来看是站上，几乎站上所有的均线。好，那基期是相对低的 ，K D 也是都交叉往上的，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在整个AI 相关领域或者是软体支付，我们昨天特别提到一点，除了图音股提，就是提01的01啊，3029的01，特别提到3029的01，你看今天就是大漲，对啊，也在表格里面，非常大涨很漂亮那今天呢，在这张表格里面跌的股票有2档一档叫信心，对，一档是瑞声光电，那瑞声光电就跟所谓的 AI 医疗是有关的那这个时候各位拿它跟谁比啊？我们来看瑞声光电来，它在上半年公布了上半年赚2.1元，赚很多2.1元，对。长嘉智能赚0.03元你来看一下6841的长嘉智能，6841赚0.03元到148.5元那你再看6861瑞声光电，瑞声光电赚2.1元，赚2.1元股价。还没有到148哦，那这个就是两波段的一个上涨，你看所有均线都站上，对，有没有？然后长线基期很低哈，另外一家去注意看6569的一阳，现在被分盘交易的，它飙到245，它第一季赚1.69，它这样狂飙狂飙，我们看一下分盘交易，它现在是20分钟一盘哦，它是20分钟一盘，已经被关到20分钟一盘，对，所以呢，也就是告诉各位，如果你有对，如果你有长嘉智能，不要玩了，把长嘉智能钱转到瑞声光电还更安全一点，而且法人估它今年要赚5块。老师，我记得你有说它是这个，它是群创的子公司，富爸爸啊，群创的子公司，群创子公司，然后它是做 X 光感测器的供应商，所以
它其实各位，如果你有长加智，你要换它，两个股价差不多，一个赚0.03，一个它已经公布上半年赚2.1，而且法人估今年赚5块。然后你拿谁当指标？就是一阳当指标。看一阳，一阳它现在已经冲到200多了。懂哦，所以它未来的方向，而且它基期很低。昨天给各位看过它月线，基期都是刚开始哦。那这些基期低的个股都要注意。那其他像这一块，晶鹏也涨，新唐也涨，立新啊，晶也涨。有没有？除夕之后继续填息，这些都是车用。所以我说觉得车用是8月份是有搞头的哦，各位可以留意一下。好，刚才邓老师花点时间讲这个哈，医疗智能、智能医疗相关的概念股啊，在这个长加智能哦起标哈，被警示之后呢，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一阳。那一阳目前是被这个分盘交易当中，如果一阳股价不坠的话，可以留意一下低档但获利更好的瑞声光电。那同学们如果对刚才讲的个股有任何问题跟兴趣的话呢，您都可以参考画面上面邓老师的大头娃娃下方的 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加个 LINE。 那相关的这个不管是大型权值股啊车用概念股慢慢转强啊，盘面上面车用股真的今天都有看到资金进驻的味道，怎么样来做留意跟掌握呢，都可以跟邓老师来请教。那这表格上面的资讯在 LINE 里面也会做提供。好，老师，那我们从 K 线来做观察。好，那我想台积电，我想同学们应该会很高兴哦，这一天杀到557，这一天如果有把握的包括明君，我们的小编很用心，说零股族跳下去，对不对？我说是对的。你像发觉哦，今天看到570了，557已经到570了。为什么？因为当时告诉各位，这个大缺口的支撑力很强，因为法人买特别多，有没有？那是因为它有二度下修裁测，你才有那个价格，否则根本不可能有这个跳空缺口给你，没有了。好，那有把握机会恭喜你续报。那昨天是不是从月线告诉各位说，其实台积电月线8月份告诉你会涨，对，好，在明天下礼拜一就收月线了，那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哦。那我们就继续再看鸿海也是一样哦，整个从周线来看日线来看都告诉你我还要涨，那我觉得116.58月份就会过哦，8月份就过，所以持有的续报就可以了。好，鸿海持有续报。好，今天最精彩的就是星星，因为今天大家目光一定不会在星星。好，今天星星跌了7块。对，但是呢，各位注意看哦，我为什么当时告诉说这个线型啊，如果回到这个附近，你都要站在买方。有哦，因为行情就是这样走，对不对？然后它上来又下来一次，上来又再测一次。那基本上拉回有没有量缩？拉回是量缩。好，关键在昨天，昨天的法人哦买了13660张。他的法说一起讲的并没有很差，没有很差。重点是昨天的交易价格区间是在195.5到204.5。也就是说昨天法人买超13660张，都在这边，在这个价格。今天是比这个价格低，还低，你要站在买方，因为这一条下降切线是撑住的，好，我们把它消掉一下，好，是撑住的哦，今天最低到189.5，是撑住的哦，那你又比昨天法人买13000又更便宜，因为你要想说是后面这一段，后面这一段，所以我说过这两三天，只要它有拉回，你都要站在买方，因为你如果错过了这个点，还有一次。我觉得今天这个点很漂亮，因为法人买比你高，对，昨天法人买13660张，是买在195.5到204.5哦，那你今天可以买在190以下，你要很高兴，对啊，虽然今天不会有人讲新星，可是等到8月份它涨上去就会有人讲啦，那你要先买好来等哦。好，再来晶鹏，我们讲过，因为它净值在这里，对吧？所以你发觉到，它昨天拉回，今天就上去了，因为它还是个大底型。还是个大企指标，也是很清楚告诉你，我就是多头在慢慢加温。虽然是慢慢涨，可是各位，如果给他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如果走到40块，其实也不错的哈。好，再来看新唐，他7月31号要除息7块，那各位去想，目前在138块上下，那7块钱，股息殖利率还不错哦。对啊，有5%，有5%哦。然后最重要是这个周线的大底。你看到这是不是交叉黑翻红的第一周啊？第一周这个底也出来了，所以你发觉到从日线来看，今天新唐收盘收在140，我觉得是 OK 的，甚至可以跟他参加除息哦，因为基期是蛮低的哈。好，再来，我们昨天也讲到立清了，我说立清今年赚
第一季赚 0.28， 可是去年一整年它就赚 0.3， 我第一季就赚 0.28， 再来我一到六月的 YOY 是成长了40%，好，法人买了2000多张，好，关键在这里，这个底非常的漂亮，有没有？有。然后这个柱状体一直在加温，你会发觉到法人也是，昨天也是大买，好，这是昨天，昨天也是大买，那你就发觉到说，那我们看一下今天沥青如何？好，收最高。哦，收最高，也说你买黑，但是你可以享受它大涨，哎，涨了5%，哎，很漂亮哦。所以我觉得这档个股还是持续的去挑战这个颈线位置啊。颈线位置这边，沥青有机会向上这个地方。对啊，就是之前短线的高点57.5块，哎，对。好，今好再来看经验啊，经验呢，基期好低哦。经验也是一样，除夕之后有没有同一天跟进鹏除夕之后，它就慢慢涨，慢慢涨，哎，当天就填息。填息之后又一直涨，涨到今天已经来到120了。对，所以你看，它除息之后当天填息，对，昨天再涨，今天再创短高，过了，过了这个高点过了，所以它告诉你什么？我的多头终于哦，终于在发动了。所以除息之后马上填息，再涨，再创短线高点，但是你看基期还是很低。有没有还是特别特别的低哦？对呀，啊，哦，那指标都还在低档，所以持有的还是续报哈，持有的就是续报。老师那天就是说，这个今年的除夕3.5块就快速填息哦，其实气势不错，而且连涨了3天哦，啊，这温温的涨啦，比较不容易哈，就是，虽然温温的涨，其实哎，从除夕那一天到今天算起来也将近快要一层了，比较安全，快要一层了哈，嗯。好，那你看依云股呢？你说啊，今天就涨一点点，我们的关键不是在今天涨一点点。重点是在8月份的时候，它能不能涨一波给你看，这才是我们要期待的。我想各位，整个大底出来之后，这个量没问题啊，是量已经比上个月多，周线也是量增。那这个周 K T 是不是快要交叉了？明天收周线哦，所以它一旦交叉，包括下个礼拜，它只要一开盘，基本上就站上了。那我们说过，整个微软也好，亚马逊、Google、甲骨文啊，都是依云股四大云端的服务供应商，所以基本上它后面的业绩还蛮不错的，可以期待。再来，整个碳权交易所8月7号成立，哎，它也是有题材的，所以它有 AI 的题材，有云端服务的题材。我觉得哎，同学们可以利用还没有大涨前赶快布局。好，那这些呢大咖会陆续的公布财报哦，就这个 Meta 毕竟给了大家还不错的成绩了啦。那01的部分，好，那昨天为什么会讲到01呢？就说基本上它的整理已经进入了末端，你看昨天的 KD 是一直修正到勾，到了今天你很清楚是不是低档刚交叉？是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提到说，当 MACD 是在零轴之上，你看它这个交叉往下，它股价不会跌，因为这是多头。如果在零轴以下，那就是反弹。对，那这个就是回升。那什么叫回升？回升就是会过高才叫回升嘛，对不对？所以你发觉它这边反弹拉回的时候呢，它指标修正得很快，那一交叉，我马上就冲上去了。哦，马上就冲上去了，所以你看今天01也是大涨收最高。好，那讲到瑞声光电，那这个底就更漂亮了。你拿它跟所谓的长嘉智能比，或者是一阳来比当指标，这个告诉你什么？你看交叉黑翻红的刚开始冒出头 ，K D 低档刚。